大家好，这里是 Huawei Machine Factory。在激光机的实验里面，还没有人将自己的手机砸碎，然后用激光机修复。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展示这么一个实验。现在我们来开始操作。
Thank you.
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被我们砸碎的这个手机，通过我们的机器来去修复，现在它已经跟新的是一样的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。这里的边缘也是很完美。